来吧，把昨天的梦想分解了吧，这昨天的梦想啊，呵呵，死的老惨了，我的梦想，这都是大把大把大把的钱变成了西弗斯，西弗斯很好卖，不卖，留着体力我们继续追梦，对不对？我们去西弗一波，他不美吗？他不爽吗？他不哭得很大声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先把它分解了，然后再攒一波体力，我们就去西弗啊，疯狂的西弗，完全不管别人受都受了受不了，就是一顿西弗，就不信了，这玩意儿很好，能玩一个循环，循环到最后毛都不剩啊为止。有没有高手告诉我怎么能容易吸到啊？五行相生我试过了，五行相克我试过了，五行一样我试过了，五行一点关系没有我也试过了。还有个问题啊兄弟们，技能多容易吸还是技能只有一个呢容易吸？很多人坚定的站在只有一个技能好吸啊，要么吸不到要么能吸，吸就是吸相克，你们是站在哪个派的啊？来吧兄弟们，水生木吧。好，第一个没有吸到，第二个土生金，多买点戴敏捷的是吧，一会儿在身上我哭啊。哎呀呀呀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兄弟们兄弟们，什么东西出现了？我的天哪，这才几个呀兄弟们，这就出来了，就这就这。接下来六车吸附时全是空气，卡摩卡摩，整整一车又来了兄弟们，风停了雨停了，我觉得又对我行了，是不是？按你们说的这儿也来了，按你们说的五行相生土生金，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？下一个我火生木，木这儿的卡摩再生，哇真的出再生了，你们今天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干西部了。哇这个位置啊，这位置卖不出去是吧，丢了吧。又三车西部时还是空气，我要成功劝退那个眼熟想要去赶西部时这个想法，成功浇灭眼熟所有西部时的幻想。还最后的两个了，最后的两个，哇塞又是再生啊。再生，我不想再生了，不心痛，不心痛，才两三千万吧，两三千万换了一个再生，赶紧扔掉，赶紧扔掉，吸了这么多三恶，这么多的三恶都没有出现一个，最后一个听桔梗的，桔梗咱们买个啥？最后一个，来个感知，啊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感知我刚才真看见了，是啥里有感知了的？就他了，高级感知。练一个出来直接送给你啊，逆袭一个求感知，感知完了兄弟们我结束了，再唱一个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呵呵，我笑起来都快哭了，十个仓库换来啊，换来一个啊，换来一个特别干净特别舒服，哎呀呀呀呀呀，还有呢兄弟们，没有结束，我们还有机会兄弟们，